亮晶素颜放送天伦乐，侯佩岑超萌爱子曝光。Hello， 各位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，大家好，我叫 Sophia， 刚出生一个多月，我妈妈是吉吉梁咏琪，爸爸是西班牙人，大家都说我是混血小美女哦。那天呢，爸爸妈妈推我出门，哎呦，我很忙在睡狗狗。什么？你说我妈妈素颜气色不太好？拜托，刚坐完月子哎，不要偷骂我妈妈啦。我很孝顺哦，一路上都在呼呼大睡。哦，差点忘了说，后面是我爷爷奶奶啦。睡吧，睡吧，我亲爱的。爸爸妈妈多恩爱啊，放心啦，爷爷奶奶会轮流照顾我的。我还是继续装睡让你们约会好了。在外面玩了一整天，好开心啊，终于要回家了。想我的人可以去微博或 FB 看看哦。哎，逛 FB 的时候顺便看看佩岑阿姨的儿子伊恩。伊恩哥哥啊都7个月大了，可爱的脸蛋还是第一次公开曝光呢。我觉得他刚生出来的时候很像 Ken， 那现在我觉得有像我一半一半，应该眼睛像我，然后脸型应该也是有像我，我们都争着说像谁。哎呀，伊恩哥哥的阿宙最近身体不舒服，请大家帮他的阿宙加油。苹果娱乐新闻，我很感谢他耶，我觉得他算非常善解人意。报道。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精彩用，就播奖金捐你指定的慈善机构，请拨电话或电子邮件苹果日报网站或 APP 的爆料专区，你爆料我捐款。